打不了一个才死了。你不要转，准了。飞哥的一血吗？对，他自己毛掉了。这样肯定没中啊！那一下瞬间，这样也中了。这样推了，萨博推了一步。本给来了，就弄你，不管。哎，这一刀，不是吧？宙斯被单杀了。哇！宙斯在关键的时候右手剑魔，剑魔这波是稳稳的一个单杀，还有闪现的，还剑魔还是行的，还有我站出来了。这一接。后背啊，一个 W 拉扯，拉扯他这边，哎呀妈，在干嘛？人马这里差点犯罪，什么意思啊？寻他干嘛呀？就把他给陷残了，他这个位置飞哥没顶住他，斩断，差点不要飞哥，我的妈呀！还是你飞哥，你在干嘛？飞哥，这个闪现交的比我奶奶还要慢，闪现地没盯到 carry 啊？为什么就是不交闪躲剑魔三段啊？飞哥，本来没想到他敢这样玩，就两个人摁住三个人砍，他这个 Q 三肯定会砍，甲骨拿到。一直帮的中单死了 ，carry 啊陷入了迷茫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下路压了那么多，没闪的，为什么不推啊？这个位置，哎，死了呀！小王，飞哥，这个位置怎么跑？又是飞哥，但是这边来了，你慢走，贼卡，打不掉，虚一下，没躲掉，那卡单给交掉，一换一，给飞哥报仇。但是这格外想干嘛？格外这也能单杀吗？找人追，跳的好帅呀、啊！他，哇，他会玩，会玩，你杀飞哥，我杀你全部。但是又来，可以斩走，能跑。剑魔来了，他大面要追格温，这么说追格温。第一段怎么斩？格温没什么机会跑的。Carry 来了，剑魔也要来了。哎，啊，没有意了，没意了，没有意了。我的个乖乖 ，Owner 在拼命了 ，Owner。下路刀压了二十多刀啊，压的蛮多的。上路有机会吗？格温没有机跑的，九级的宙斯最大隐患。好像宙斯没了呀，这下位置。没有 W。能踢回来的。直接被孔雀。踢回来了，宙斯还是吸血吗 ？W 已经交过了，等死了呀。死了，宙斯这里。突破口来了，上路。Okay, 快死狂送宙斯，他这个等级现在就已经输两级了，而且没击。宙斯这个路线像是那种呀，就这么打飞一坑，我把飞飞一坑，然后就 IPO 来了呀。哦，在里。对，之前有人是这样的呀。剑魔压力。他在管伤害。有机会吗？没定到。小吕布这边瞎走位走出去了。古玛游戏这一下直接往前面走，他正好去射大夫的，往前面。哎，又是抓飞哥，又是抓飞哥，后面没闪现，秒得了飞哥吗？第一时间秒飞哥，秒不了。本机来了，好，自己有个了，出事了，人马喜欢抓飞哥，我守着他的，人马走不了了，你得走上王，不然你要死。来，加速，你想啥呢？也得死，得救，得救，巴德得救，不一定能救。对，鬼，这样整到很累。还好巴德救到了，正面。有没有机会？出战飞剑魔，先塞塔，先塞塔，敢上马 ！SKT 血量先塞塔，为我剑魔这刀很痛。古玛 UC 这个位置走不了了，这位置杀过来了，古玛 UC 被秒了，后面推两个 ，Death 的被万箭穿心，但是没用了，倒了，剑魔可要倒啊，剑魔这波，剑魔，剑魔乱一圈，大刀触发，剑魔还在开，人马有大招，飞哥也被踢回去，飞哥也被穿烂了，飞哥这里没有人救了，再留下一些来继续冲，人马加。乖，人马加剑魔，两兄弟一冲，沙王然后一个推，还是要靠剑魔。二十分钟了，这个大龙怎么说？拿下大龙，这把游戏就有了。打出了无敌了呀，这剑魔打了个零换四，他们就摊了那个塔，第一时间可以撤出来。姑妈优势没有闪现，一定要摊塔。怎么办？这个大龙没有了 ，SKT 来到了绝境。下一波剑魔会更加的无敌 ，King 憨。皮皮过来一个陈剑之剑，那个剑不会是原本设计吧？来了一剑。我操！什么剧本？什么剧本？什么？就没人去拦下他吗？什么剧本？调查一下，真是吕布啊！我看到他 TP 过来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已经不对了。没开啊？叫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好吧。为什么这样开飞哥？有人跟吗？没人跟。剑魔想干嘛？剑魔要一打四，剑魔输了。剑魔输了。剑魔上头。King Han为什么呀？这天神下凡一打四，疯掉了。你不是网络小说男主啊 ，King High， 在这个时候，你得相信一点点你的队友。关键没队友旁边，你稍微有个人，有个杀皇，这波就杀完了。吃鬼鲁斯大招吃到就是个闷的。剑魔，这波只摸了块表，剑魔好发育好像已经拖了很久了。没有蓝眼睛视野再进去，没有直接去送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喜欢做视野。他要跟 Barry 飞了，最后。而且 Barry 还给对面带路，还给 T 网带路。他放了个 E 过去。对，给 T 网带个路。跟你说，你打大龙，难道是他的大智若愚？他带路 T 网打大龙，然后抢 T 网送完。对，皮小将的救赎。啊，不敢打了，不敢打了。T 网不敢打的。哎！这边人马不敢开。但是 Barry 送了，其实理论上来说，回去补一下小龙有机会。
飞出来的埋伏，刘翠可被看到了。剑魔一刀两刀拆夹子了，鬼鬼啊！立功，这边不敢动，不敢动这边的剑魔，剑魔往后面走。他剑魔现在不敢不是很高，我又射他有点痛，不会用死一剑吧？这边，妈的，他妈金丝兰到了，这边定住了，姑妈，姑妈冲到了，完了，姑妈要是倒下，剑魔也变秒了，剑魔也变秒，姑妈射这边变剑魔了，我老变剑魔了，宙斯，还能捡着吗？宙斯往前面冲，宙斯。现在是个几换几啊？二换二。那龙是那个第二叉的。听牌龙拿到了。哎呦！李哥太阳圆盘抢中线，上路直接开卡。这波队友在赶他的刘格温，单挑其实不一定打得过的。这个这一条命关系的大龙，如果格温掉了，大龙没了，都要救，都要救，都要救。你救得了吗？你救不了呀。格温在爆血，帮助、okay、大龙了，不会又被抢吧？还是怕。DIS 现在很怕这东西，要么开团。DIS 好像还想打大龙吗？这个地球上没有比他们更怕大龙的队伍了。现在，但你这不打吗？少个格温都不打吗？打了还是要打。女警可以不夹子的呀，过不来，不好过来的。这一切的一切有这么假吗？又来了这条大龙，一切都可能是想打架。好像是要过后排点的，后开，知道后开，要开就是要开。但是都懂，这边没人，他们懂。他们不懂，他们懂的，你们在假。这边没人懂的，黑瑞啊，直接来留你的，守着你的。大马这个位置，维克多上去爽电，黑瑞啊死了，黑瑞啊一丝血。追到了，被秒了，被秒了 ，Kerry 暴走 ，Kerry 这个位置上火戳一下也要死 ，Kerry 也秒不了，大龙还有机会狙一枪爆头，一枪射死啊！这条龙你怎么办？但是维鲁斯还活着，这时候不打了，维鲁斯活着，兄弟们回家，要回了，他回来再来，回家再来，别急别急，维鲁斯活着的，打野也复活了，回家补一波状态，去小龙，就一个维鲁斯，哎，土龙纹不要了吗 ？SKT 不要土龙纹 ，SKT 不要了。飞个人，飞个人，那个刚复活没过来。哎，剑魔，这边 King I King I 倒了 ，King I 这个位置救不了了。那 SKT 会打的呀 ，SKT 打到大龙一波了 ，SKT 打到决胜一波了，他没有办法了。King I 是个致命的失误啊，怎么被逮了？能不能救赎？对，斧头半血，皮小将的救赎，抢掉这个大龙。皮小将，没抢到，帮你盯一下，盯呀。皮小将，抢了不抢了不抢了。如果进去，有可能要被一波。死了，直接一波了，掉两个人。我们抢到死了就一波了。三分钟，远古龙，啊？啊 ，Fusik， 送维鲁斯为什么不叫打？哎，在关键的时候，皮小将这样犯罪了，出两路了。剑魔上，万一这一想，剑魔如果想到后的话，有可能你到后就是一波了。你装备现在不行了，这剑魔。正面现在掉了个人马，正面。SKT 怎么吹 ？SKT 这波大龙 buff 其实到了，最后一波兵了。剑魔找宙斯不找死？切的是宙斯。抓宙斯，啊啊！这不是少个人的呀！抓宙斯的意思，拉扯一下，下路来了。现在一路是一定的了，一路是一定的，就看第二路了。一路下降活了，King Kai绕后了，还在绕。King Kai直播绕后是成神还是成鬼 ？Barry， 又是你 ！Barry 一丝血，人马被打残，这 Barry 没死啊，这下天命啊，这都不死啊！没死，但是远古龙怎么办呢？救赎来一口，远古龙的位置被让出来了，后边没大飞哥没大，这么不好说。其实，SKT 的唯一好消息，格温没交大，格温冷静没交大，沙皇得踢了呀。正面正面，直接接啊！对面没大招的，不能平城呀！人马是人马要进去的，还平城吗？宙斯上去接，接宙斯接，人马拉下来，但是宙斯这个大招没了，现在开团，大招发完了，打成平城的局，我要出问题。这个夹子布的很好。人马要相信 PUSIC 了吗？哎，人马去哪儿啊？皮小将，人马得冲啊！哎，偷家去了 SKT 偷家去了，抢掉了，但是 SKT 去偷家了，要留人，再留人，威鲁斯在疯狂留人，剑魔在回，有人阻止，剑魔回撤，再疯狂偷家，疯狂偷家，剑魔来了，能不能守住这个家？剑魔能不能守得住？他好像守不住，打飞哥，飞哥有金身，人守，还在砍呢，飞哥没开这个金身，直接推，尝试偷家没有成功。剑魔 SKT 聪明一下，但是没有成功。剑魔没有人可以阻止他。有个表在留下，姑妈优势也不好走吗？姑妈优势有 Barry 在追，正面要一波了呀，老公。第二道好像夺冠了，来不及了。19秒，来不及了。主要给他剑魔回家了，没人断他。如果剑魔没回家，拿兵断他都赢了，就有人跑了，全跑了。姑妈优势还是你，能射掉兵吗？姑妈优势要射三剑。有土龙魂的，而且他没双招的，人马不动的，可以冲他，巴了马，打到好了，应该结束了，拿下了，已经结束了，对付他这一斧的，需要这种时候吗？两个人手有用吗？这一次，哎呦，可亚先
二 Q 闪小兵没打到，已经结束了。维鲁斯被冲死了，恭喜 DIS！ 我的妈呀！替大夫的圆梦，恭喜 DIS！ 恭喜 DIS！ 这黑马从入围赛四号种子黑到现在 ，Very 双冠。戴先生，你的最后一舞。我操，不容易啊，戴先生，而且这把。有一个完美的句号，好难受，恭喜加 S， 都输了，真的难顶了，输的，就是因为龙抢多了，其实这把游戏变得嗨了，他们这辈子都忘不了这把游戏。我 Deft 十连，我一剑终于拿了冠军了 ，Deft， 小说呀，主要以前看到自己兄弟英普也难受的，对吧？一直有冠军压着，但英普拿了冠军之后，在大概是同样的连击，可能英普年纪要小一点，抢客呀，然后英普选择退役了，戴夫还在征战，就他终于圆梦了，他也圆梦了。他最那个的是去年看到 Mako 夺冠，对，这对他来说有可能最大的动力或者最大的打击。SKT 的队员情绪有点崩溃。Terry 啊，其实已经玩得很好了。但是电子竞技的路上总是有遗憾的，他有点难受的，是我这个人真的有点邪的，这 OP 绝对有点邪的，他就这样晃来晃去的两个冠军了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是真的莫名其妙的，他有点大了，他有点大了，他就在那晃着晃着两个冠军了，邪门 SKD 这把有硬说角色的话有几条龙晃的有点，而且 Carry 啊跟刚刚 Deft 的拥抱真的很泪目，他们两个是那个，是的，你还年轻，你以后有机会的，对不对？还有，而且是你说的呀，要帮 Deft 夺冠，确实说道理。